我们知道今天有近100名的候选人，选举候选人参到委员来参加这次的选举候选人简介会。但是呢，警方在那个现场就对候选人喷射了胡椒喷雾。举行集会，因为如果是50人以下是不需要得到警方的批准，那他们各自有举行，向选举人、向民众去介绍他们的选举主张。所以我们看到现场他们都举了不少旗子，是，代表各自的政治主张。但是呢，警方在没有任何预警的情况下对候选人喷射胡椒喷雾，所以现场的他们拿起麦克风高叫，为什么你们有什么理据要对我们的纳税人区议会的候选人就是喷射胡椒喷雾？而且我们看到有候选人被压倒在地，被多名的防暴警压倒在地，是一个蓝色衣服的被压倒在地，还有一个黄色衣服的也被就是喷射胡椒喷雾。那现在警方呢向他是帮他洗嘴，这个防暴警向他就是给他冲洗他的嘴部啊，这算是一个比较理想的画面。我们希望警察呢都能够就是善待他们的执法对象。其中我们看到一个黄色衣服的，这也是咱们选举团的一个代表。我们未来任何的游行集会亦都批准任何的合理手段去举行。然后有候选人说，这次也代表了我们任何的方式呢，就是我们的游行方式都会被你们就以任何的理由就会取消。我们知道现在因为连月的反送中运动，香港政府可能会取消就维多利亚公园的连宵，就明年一月的黄色背心的老人家也被驱逐了，因为看到他用手铐的动作。我们看到一个是守护那个议员监察的，有一个橙色衣服的被拘捕。大叫释放候选人，怀疑就是有一名在。
方面的话。候选人就是他要求警方解释理据，为什么要拘捕他们的候选人，而且对他们释放胡椒喷雾。我们既没有戴口罩，他说我们现在全部都是就是我们有我们的名字都让你们知道，而且我们也没有戴口罩，为什么你还要拘捕我们？为什么你要拘捕我们？